2018年度搜寻排行榜第一的电视剧，耗资3亿精心制作，宫廷斗争，你争我夺。这规矩，什么叫体统？这一碗药就是毒杀皇嗣的证据。升官子杰，步步升显，吴谨言、佘诗曼、聂远、秦岚、王冠毅，《延禧攻略》3月8号星期五晚上10点 U 频道，您也可以上 Toggle 同步观看《延禧攻略》。《延禧攻略》是由 Holistic Way 协力赞助。红星大奖2019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。